你把德佑放在 E 站了，是去不是？你现在他们都已经去，好多人都去买小拖车了，你还没买啊？可以跟我都加班，我看下5分钟来了没有？来了，买来了也不吭声。哎，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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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杨生气，麦克风设备。哎，你再讲讲看，这样子有吗？没有声音吗？现在没声音吗？有声哎，音吗？我刚刚可说以的可以，话有听到吗？对啊，KK 他们说话有听见吗？有吗？我刚刚说的话有听见吗？那你刚刚应该没听见了。有了，他们说有了，有了，刚现应该在是有是刚吧？那才我啊，重新说吧，就是我上周末的时候，我上周末的时候去了蜡像馆。因为有一个姐姐，就是要让我帮她带那个周边，所以我就去了。然后我去蜡像，我这在上海，待了20年了。我这因为我一共我的年龄也就25岁，我在上海待了20年，从来没有去过蜡像馆。然后正好这次有机会嘛，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因为我是下午的时候去的，正好是和蘑菇他们错开了，因为就是那天大家都在微博上有看到嘛，说有蘑菇去摸他的腹肌啊，然后还把把那他衣衣服都服都解撩了，下，对，都撩完哎，了，还真把衣是。服撩上来啊什么的，那个我正好是没有碰到，因为我后来我才知道，就在我的前面，他们是2点多钟去的，我是4点多钟才去的，正好错开了。然后后来就是有听到，就说是蘑菇那里呢是有一个站子，就有一个站子的负责人。然后呢，一身的就是蘑菇，就是是又是他也不能算是一身蘑菇吧，因为他穿的是洛丽塔的衣服，然后他可能是穿的洛丽塔那个花纹，可能是个就是蘑菇的那种花色嘛。然后他穿了一身洛丽塔的衣服，然后呢，他就带着就是一帮子的蘑菇，然后就在这边排队，你知道吗？就是人超多，大概有20几个人吧排队。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这个穿着一身洛丽塔的衣服的这个小姑娘呢，就是作为一个指挥，你知道吧？然后呢，就把他们其他的蘑菇都召集起来，然后一个个上去，然后还让他们把口罩摘下来，然后呢还要做那种，他说是什么，要以和老公撒娇的方式，就是摆造型，你知道哦，吗？得亏然后，那个蜡像1:1哦，得亏蜡像一比一，对，不但然是你蜡爸那个像稍头。微有一点点矮，就是没有他真人那么高，就稍微矮一点。然后呢，还要用是那种，就是要做出那种勾勾他下巴那种动作，你知道吧？然后就这样，然后让他们来这边拍照，然后还有那个要亲的那个样子的那些照片，不是就是我。我要得亏那个蜡像够高，不然的话那个嘴巴什么之类的，那脸什么之类的都被亲没了，恶心死好我！像是有亲到吧，我不知道哎，我只是看到那个照片。我都在那里抱怨说长得太高，没穿高跟鞋去买。是的，然后因为确实是，但是比他真人要稍微矮一点，应该有个1米1米8应该是有的，但是没有1米86这么高。然后呢，没有然后同等还对有吧？就是，他们就是集体都是这个样子嘛，然后还在那边拍这拍那儿，然后他拍，然后后来那个蜡像馆的工作人员跑过来，现场把那个衣服给缝起来了。因为他们把那个衣服撩上来嘛，然后就是摸它里上面那个腹肌嘛，你知道吗？然后他们都是这样摸的，所以蜡像馆人就现场把那个白衬衫给缝起来了。不是，真的很丢人，好不好？妈呀，他们丢人的时候，你爸也丢人的好吗？虽然说你真的很讨厌他，是的。你爸也很讨厌，但是没办法，就非贴着你名字说你是你粉丝，你有什么办法？真的很丢人。因为他的这个蜡像其实还蛮靠前的，就是你从蜡像馆进去的话，没走多久就能看到他的蜡像，而且他是在一个展区的，就是开头嘛，就是一个展区，它是第一座，所以
确实是挺显眼的，而且就是因为是新的嘛，然后就比较确实是人多的。就很丢人，知道吧？嗯，对的，对的，他们是把他那个衣服，还有摸他那个就是后面那个屁股嘛，然后还有里上面的那个腹肌，他们都被他们摸过了。然后人现在家都是，主要是那个衣服还是白的，你很怕他们把那个衣服给弄脏了，对，知道吧？对的，现在是把他给就是都缝起来，然后但是没有拦着，就是有一个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红线的那种那个拦着嘛，但是他没有也没有拦他的那个，就是只是拦了一条路，拦了一条那个道出来。哎，就你妈对一的，回。然后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没人，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前面有4个人，然后2个人在那边就是跟拍跟他跟他跟蜡像拍照嘛，然后拍完了他就跑了，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估摸着应该是我们女子比，因为他们拍完就走了，然后后面还有2个，因为我前面4个人嘛，后面2个人呢就是好像应该是蘑菇，因为其中有个女的就拍照是抱着她的腰在拍，你知道吗？就是。像我们家是不会去抱他的腰，然后借那个。你看投影，你一眼就知道是不是我们家的。是的，因然后为我们他家抱的着他顶的多就在腰。旁边，就站在旁边耶，这个个都超有对超的。有，都超有那个分寸呢、啊？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只能你妈摸。嗯，是的，然后他就那个蘑菇是抱着这个蜡像的腰拍。蜡像馆是不可能监督的，因为蜡像馆里面是没有人的，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可以随处摸，因为蜡像馆它本来就是做这个生意的，你们不要觉得好像很一定要拦住啊什么，不可能的，蜡像馆就是这样子的，对所有啊，蜡像都是这样子的。又不是真人，对啊，我进你只去要不要看把了。人家东西给弄坏就可以了。嗯，对的，它这个蜡像确实比做的比一般的蜡像要精致一点，因为我整个场子我都看过了，就是它上次我不是给你们拍了照心，片嘛，我跟你讲，就是，他就剩下一个心。对，它就是确实是蛮像它那个，但是它做的还是比较逼真的，比较逼真的。然后我个人是感觉它可以和那个。可以和那个奥黛丽·赫本那个蜡像可以差不多，可以持平的水平了，应该是因为他那个做的确实还是蛮好的，就是他基本上属于是比较像的一个情况，然后而且他做的还比较精细的一个蜡像，OK，你像知其道他的。有时候那个蜡像馆，我经常会觉得就是，妈呀，那个做造型的那个蜡像的那个师傅哦，就是超情绪化，好像他不喜欢你这个人是做的超丑，嗯，那也 没真有的，吧，我但给你拍里的，面的东西真我，的很参差不齐。对，确实不齐。然后我那天给大家拍，我给大家群里面拍的嘛，我感觉就是像外国的几个，可能第一批进来的会比较真一点。就比如说你像后面的好敷衍，那个赫本，或者是还有那个梦露，对吧？梦露都还蛮精致的。然后但是你后面的，比如说娘娘和那。就孙俪嘛，孙俪和吴奇隆2个人是对立的，两个都是一个皇帝一个皇后的那个形象，你知道吧？他们俩是在一起，就是相对的在一起，然后就超就敷不是衍。很像。没有啊，上海这边都是近距离的，而且都是可以上手摸的，因为都没有都不拦的，都是而且那里面其实没什么人，就是大家都会，你就只要不是，要把它弄烂就行了。对的，只要不要弄烂就可以。你阿爸那里主要是那衣服贵。嗯，对，而且这也差不多吧，我感觉。然后我那天去看了嘛，看了一整圈，然后回来，然后正好遇到两个，就是遇到两个人，然后在那边合照，然后那两个人上来就说我好像跟他合照有点像老父亲带着女儿去郊游的感觉。然后我说，诶，这句话一出来，99%就是橘子皮。然后我就在群里面说，我说这两个肯定是橘子皮，那我这要不要跟他们认亲，对个暗号什么的？然后我说我非常想对我一直就是那个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可以的一个暗号。然后我就在那边问大家要不要去认亲，然后我就在那里徘徊在他们。因为他们在我前面拍照嘛，然后我在，因为我转了一圈，我又回去了嘛，然后我就在后面，
都没看，然后我就跟他在那边在看他们俩就一直在拍照，然后我在这边默默的看着，然后这两个人呢，一个穿着361的衣服，然后一个是拿着那个德佑的那个送的那个包，然后我就想了半天，我就终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我就去，我就我说我说我对着他们说，我说我要对个暗号，我说你有病吧，然后他们就回我那句，你还告诉人家他说你们要说，对暗号啊？对啊。因为我不能上来就说你有病吧，对不对？我说我对个暗号，因为我那天没有带什么东西嘛，我的那个就是手机壳是两个人的 Q 版，但是有点不是那么清楚，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说，我上来跟他们说，我说我先对个暗号，我说你有病吧。然后呢，然后那个人，然后那边的姐姐就直接就回我说，说两个男的做什么爱？立然马后就我自说。家人，啊，对啊，我说我这个圆梦了，我太激动了，我居然把这个暗也号给太老对上了。实了。这个主意当哎，时给姐姐小 K 我出知道的有时别的候暗号，但是是我就说，想对这一个啊。不是啊，就说这个暗号，但是你还说我要对个暗号，你太老实了，你就直接对着阿爸那我的不让能一你上来就问，就跟他说你有病你有吧？病人吗？家一般上来也想不到的呀。我怕他被打，知道吧？就是啊。就要是我就对着阿爸那张脸，就嘟嘟囔囔，你有病吧？然没有，后我肯是定直旁接就边是因为他们在旁边坐着那边聊天嘛，然后我是直接就是站在他们旁边，直接对着他们说的。这是 KK 的风格，没毛病。你还让我啊去什啊。么嘟囔，人家才不管你，我直接就上来就是这个。不是你们。不是我们，我看一下，我们老板是不是来了？等一下，我看一下，为什来么吧，会？怎么就做那个跟你做讲，成任讲完务？了。我今天讲我社死的事情。好呀，就上来，你有病吗？会被人家打的吧？我反正我保险是起看见他们俩，哦，保险起见。对啊，我是看他们两个的，就是看起来很像橘子皮，然后我也听到他们在说话嘛，说那个合照像爸爸带女儿合照嘛，那我觉得99%应该是了，所以我就上去跟他说，我说我们对个暗号，然后我说你有病吧，然后他们就回我了这句话，对吧？那这个不就是我的我就结束了嘛，这个，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加了那个微信。他们好猛哦！我就也就星期六、星期天没播而已哦。你们上哪去存那么多花呀？我这才开播25分钟，平时都要差不多开。我结束了，我任务才会做完，有时候还做不完。你们今天才开播25分钟，我任务做完主了。要是，哎，就是群里的姐姐都知道我为了就是想要对这个暗号，我真是很纠结。对做了好几次，因为我上一次对暗号是对到一个蘑菇，然后把我气死了，因为我上次。不是，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他听说过你。那我不知道，我没问啊，因为吴蓉姐叫我去问问看他们有没有听直播，但是我忘记问了。对，你应该问的。问的话，你指不定你就有两个现生的腿毛。对呀，真的有心可能吗？吧，反正对，你要是问，指不定有现生的腿毛。我这种我就忘记算是问别人了，我可后上来来我问就没我你问。是不是阿姐，我立马就否认。我跟你说，上来一看，你是不是阿姐？我听你的口音就觉得你很像。我就说我肯定会问什么阿姐呀、啊？我说什么阿姐、啊？你有什么证据？我 跟应你该说，没有吧？我看立马我就听否他认。们俩就是我有跟他们聊天嘛，然后我听他们的意思应该是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们的，因为他们说他们这么回我，他们说他们觉得咱妈和我爸一起在上海，所以我说那在就在吧，就肯定是没有听过了嘛，所以就这样了。哎，那就好。哎，怎么办？我突然间觉得我们俩，我们还是觉得有点可怜，有点可怜。那指不定人家随口骂过我，但是你这个二号腿毛，是吧？那指不定人家就可能都 K 过我。你但是就是因为你体寒的一个问题，人家就没听说过你。没事，我的微信没什么，也没有，也不会有什么事情，所以还是可以装装的。
还是可以装的。嗯，是啊。我知道我有点，知道吧？我有点怕进局子那种，就是为什么？因为别人可能我在现实生活中怼可怼是怼了的，但是爱动手。你这万一在现实生活中就你说怼把姑给怼哭吧，是吧？哦，把姑给怼哭这种就觉得很正常。但是如果说是碰到是那种自家人类型的时候的话，我就很暴躁，为什么就有点恨铁不成钢，直接拖鞋打的那种，怎么办？所以还是不要，对，还是不要认，就是还是不要那种面积或者是那种缘分的东西的。我跟你缘分来了，我也会否认。缘分来了，你也会说没有是吧？对，我是爱动手，真的。有你，我有时如果说我就问，我会问啊。我如果说是那种就是或者是不认识，不是说不认识啊，可能就是大家聊的时候啊，你可能先不会报自家门，以后还会你就是有意无意虚荣心作祟的时候，也会问一句，你听有没有听说过阿姐？你来一句，你他如果说下次我去问问。对，如果说是他来一句，他说，哦，那个假人脉啊，那个就早就应该被抬了那种啊，我真的会拖鞋打他的。我像包括一阵一阵儿。什么？你的信号不好吗？我你的偶像哦，没有啊？你们听得清我说话吗？听得见啊。对啊，我说你偶像包袱啊，一阵一阵的。是吧？就是稍稍虚荣心一下，有没有听说过我？他说听说过以后，就是他张嘴就骂了以后，我直接教他做的。你说万一听说过啊，我们也听他直播间，我老喜欢他了，我立马就否认。我跟你说，我立马就发现，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也看他直播哎。就认你也不行，骂你也不行啊！对他一认我啊，我也去听啊，我好喜欢阿九，我就立马就说，哎，我也好喜欢他哦。但如果说是那种啊，我好讨厌他，立马教他做人。嗯，你好做作呀！对，真的很做作，就很作，是吧？真的，真的很作。哎，我是真的觉得我这辈子真的都挺作的，你发现没有？五分钟真的各方面都很作。吃什么呢？稀里稀溜的。在吃什么东西啊？哎，我这不是刚回来不久吗？我在吃那个，刚才在吃烧烤，然后现在这个是炒米粉。接着吃我开始讲完了，我的社牛经历说完了。不是，我讲完个瞬间，你们边聊，我边吃东西边插嘴啊。你就是我觉得这是得说的啊，那不然虽然说已经迟到了两天啊。因为发生的当时，我就已经跟五分钟他们说，跟群里面的人说了。哦，那个说吧，这个就是糖点，对的，不算是糖点，是笑话，懂吗？因为没有同城，没有同城。你们汤啊，不是我的汤，是你们的汤。你们的汤又更新了，那个朋友圈照片只有两张。他说，就是说他要去换新家具，然后。那个配的图的话是一个九阳的微波炉开了，就是打开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冒烟，反正里面那个杯子那个玻璃杯是已经裂掉了，就是只剩下杯底，然后那个微波炉里面那个奶标的哪里都是，然后对他说他要去换，然后群里面的姐姐艾特他，问他怎么感觉很新啊，怎么就换了，就是把它擦干净。其实五分钟他们说的也没对，其实也对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微波炉应该没那么脆弱的，五分钟哦。我觉得如果说是那种它爆完以后的话，它溢奶那种，其实我觉得擦干净哦，擦干净以后是可以还是可以用的。但是人家就真的很豪。为什么？因为以前代言九阳的时候，人家送过一整套，是吧？什么那个什么炸气锅，那种那个什么烤炉，豆浆机的，对，这些东西都送了，对，所以人家根本就不心疼你老以前就是装修北京那边的时候，我还有买过那个架子，知道吧？就我只能说是以前的那些架子，就是买的时候很牢固，你知道吧？这个东西捧了以后的话，那个架子就是纹丝不动。
然后对对，然后就问他是怎么回事呢？哦，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的哦，人家非常贤惠的，就是曾经陪跟你爸陪酒，陪酒的时候不是爱逛早市吗？哦，他买了很多，就是有的没的。他最爱买什么吗？就喜欢去买枣那种，就做的就是稀奇百怪的那种玻璃杯啊，知道吧？那种玻璃杯，他很喜欢找那种像那种能装一瓶那个康师傅红茶的那一种，对，那种类似 whisky 杯酒杯的那种，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平平无奇的玻璃杯，但是你要知道。有些玻璃杯它是可以加热，它有些玻璃杯是不能加热的啊。就是它那个玻璃杯，它能装热水，不代表你可以拿着去加热。明白吗？明白吗？有一些玻璃杯啊，就是你是可以装开水或是可以装什么的，但是不代表这些玻璃杯它是可以加热的，它是不行的。然后买的时候也没跟人家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去淘了，他还淘了什么？他还淘了那些茶具，淘了一些茶具，就是。奇奇怪怪的，知道吧？奇奇怪怪的。然后后面早上起来喝奶，早上起来喝奶就是去要加热嘛，就叮一下嘛，知道不？对，又叮一下嘛。然后他直接倒到他那个杯里面去了，因为他那个杯子好像是从来也没有用来这样子过啊，也没有用来这样子过，因为平时就是用它来喝水，知道吧？平时就是用它来喝水，然后倒水喝。你这种平时平那种很普通的玻璃杯倒水喝的话，这完全是没有问题，但是真的不能加热的，知道吗？后面他那个他倒了牛奶进去，就放到那个微波炉里面去的话，就扭它，以后就出来了。你老也在，你知道吗？你老也在。然后那个你们汤就是上来以后的话，拎着那个油条这些东西拎了上来了。拎了上来以后的话，拎上来，因为汤不住你妈那里嘛，哦，汤是拿了早餐过来，因为你老也在，就听到了那个微波炉，就砰的一声，就是砰的一声，他还以为干嘛了，有人进去看了以后的话，那个玻璃杯不是那个微波炉那个门是打开的，是开了的，然后那个玻璃杯啊。就只剩下一个杯底的，然后里面的话就是那些玻璃杯的那些碎片还在的。还在，有些已经掉到地上了，那个奶弄得哪里都是，然后就是你老就是唠叨了一个上午，唠叨一个上午，说他不懂得就是不懂生活，对，你老是怎么说他？加热个奶都不会，不知道什么叫能加温加热的玻璃杯吗？好多杯子的，你为什么就喜欢用这个？你看它薄薄的就知道加热不了啊，你看它。啊，玻璃那微波炉坏了，还是新的啊？怎么这么浪费？你老一直唠叨，然后是你老拿那个去扫它了，扫完以后你妈说不要了，对，你妈不要，然后你老又说怎么这么浪费？擦干净还是能用了，然后他说我有阴影啊，我不用了，不要了，知道吧？这时候就不要了，对啊。后面你妈又你老又就说他，啊。费不知道钱，不知道钱就是珍惜钱啊，或者什么类型的，浪费物资那种。后面你妈特就是懂吗？就是特硬气的说，我还有，懂吗？他很硬气说，我还有。然后你老就无话可说。然后后面你们汤去仓库里面找，对，仓库里面找是真的有很多东西都没有开过的。没开过的，但是有没有找到不知道的，没问，忙。对，我是没想过的，就是我，然后5分钟他们就说啊，其实好像这样子，你老说的也没对，五分就是你老他们说的也没错，5分钟他们说的也没错，其实捧了一下，好像真的那个微波炉不至于坏的哦，5分钟哦，就是糊啊，就是把臭。它。他后来打理洗洗干净应该还能用。你把它洗干净，你打开它，你晾它一个晚上，是不是？你让它那个气味就去掉的话，那个还是能用的，还是能用的。但是他们就是不要的。对啊，你你要汤拿去卖把那个换一换嘛，先放回去，然后先拿个新的给他用，然后以后再用这个好了。你就不是汤的钱，是不是？管他。不过他作为前代言人，应该库存应该有，挺多。还有，然后后面那个，
对啊，然后后面就是不是跟老板汇报了嘛？对啊，跟老板汇报了一下，就是、说今天报废了一个啊，波炉，不是啊，里面那个奶啊，如果那就是炸到里面的话，怕是直接渗到后面电路板，后面来再转路。我估计为了安全起见，也我爸还是别用了，干脆就是还是不要换一个。不是你爸也懂，你爸也跟他说不要了呀。前面有个姐姐说用德佑擦一擦，你们也真会。我你爸也跟汤说不要了，晚上才说的。你爸好像在忙。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正好是咱们微博首页上在哭的时候。对，都说一什么一，你妈又炸厨房了啊！我完全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然后一堆人在议，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议什么，因为我不翻，我没有去看，我没有空去看 B 站后台，我也没有去看包打天给我发的东西，我也没有空去爬楼。我看到他们就，我看到最后一条就是他们在有人在议，我说议什么鬼哦，我说别议了啦，你妈炸厨房了啦。对啊，啊，每次都是你们在哭的，你们在哭在一某的时候，我都不看一下人家在干什么的，每次都是这样子，就像那个演唱会是吧？你们哭的稀里哗啦的，人家在后面唱《爱拼才会赢》，哎，你们什么时候？每次都是你们是小丑，懂吗？小丑竟是你自己，完全不知道你在一某什么，不是你爸也跟他。就是蜡像馆的时候说，不是说蜡像馆这里可能会有双人，可能会有双人嘛？就这个时候，然后咱妈在那边炸厨房，啊，这也阴谋啊？不是，就是上周嘛，老想一些有的没的一些可能性，哎，天天给自己搞情绪消耗也是服了，反正他们库存也有嘛，就我也是草本，换个新的也可。我是觉得好像应该换个新的，因为他那个又有玻璃，然后又有那个牛奶，可能会渗进去，还是换个新的。我也觉得很担心那个电路问题，知道吧？能用是能用了，但是真的是有点危险。晚上你爸白天不是在忙嘛？晚上那个他们在吃饭，你老做的饭，汤汤也在，然后彪哥也在，那个。对，然后他吃饭的时候，你爸打的电话过来的，打的视频过来的，叫你老就是，妈咪晚上好，对，还妈咪哦，真的是好可怕呀，这妈咪哦，你等会儿，我没听错吧？就是我们家老爷子管姥姥叫妈咪，啊。哎呀，然后对啊，然后打了招呼，然后就你妈就有在跟他说这件事情，然后哇，他在那里点头啊，他说就是对啊，宝贝做的对啊，懂吗？宝贝做的对，就坏了就坏了，就是他做对，换一个新的，换新的，懂吗？他的决策是吗？换了新的啊，对，就是他扭头就走啊，那换新的，这不是。汤，你意思说是汤翻出来的是吧？好歹也夸一下汤是吧？那汤去翻地的时候也没见夸呀。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就是拿只是拿一个微波炉而已就能得到夸呢？他跟小彪哥就是跟他跟不是小彪哥，是他跟对，他是跟他跟小彪哥，他大彪哥还挖了一手。对，这三个在翻地的时候就是。做干的最多就是绿豆汤的，我也没见夸一句啊。难不成就换了个微波炉以后就能夸的好能干吗？没有啊，可能只能说是你妈好能干。你自己想想，翻那个地的时候，你爸只会夸你妈。哎呦，就是我们家汉现在就是植物学家，对啊，种植拿大拿，种植能手。然后等到他去种地吧，他去挖地，就在那儿连站都站不稳。就哎呦哎呦，对呀、啊，哎呦哎呦，我的天，哎呦老天，哎呦我的天，哎呦我天，对，哎呦我的天，在这嘴巴碎碎念，碎碎念念念叨叨，二十多个，二十多个，我的妈呀，
懂啊，是吧？你看啊，就是这，你自己想想，都挖地的时候都没得一句夸的，你换个微波炉，就顺什么呀，是吧？那夸死谁呀？那可能只能夸你家老婆啊。对，坏了就要换，懂吧？坏了就要换。对，你妈跟他说的时候，就是你妈跟他说的时候还很委屈呢。我就只是想热个奶。他肯定不管他的亲妈叫妈咪，然后我们天天喊妈咪，他其实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点，就受是影他想响，过这个瘾，过瘾，就是哎呀，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妈以咪前这不个，叫，以前不叫，以前叫妈妈。对，他叫妈妈，对不对？这样要区分开自己的亲妈叫妈，他叫还他们是亲妈用四川话叫的，就是啊？没有那股亲昵劲，那总不能跟你老说不说说那个四川话吧？那不过也没关系啦，看那个看个样子，虽然说是亲儿子，看样子也比较偏心媳妇儿，那媳妇儿叫的甜就行了。哎，可是你现妈在在就你有，妈在你老面前也不怎么样啊，但是她在你爷奶面前，在你爸的，就是在你爷奶面前的时候又是另一个样子啊，是不是？对，我总觉得亲委生的屈这了。种，对，我觉得亲生的这种就真的就是仗着别人喜欢你，就抱仗着别人无条件同意你的时候，就是使劲的作，知道吧？使劲的作。对啊，我真心觉得你妈在你老面前，在她公公婆婆面前，就是完全是两个人的那一种，就在她公公婆婆面前就特乖，然后就在你老那里以后就作天作地那种，还顶嘴，懂吗？她很爱跟你老吵嘴哦，就不是说那种吵架的，就是很爱顶，很爱顶，就比如说那个微波炉扑了，你老不是在念叨吗？念叨一句她顶一句哦。然后放心就行啦，哎呀，也没有事啊，也没有事啊，对，一直顶哦，对，老爱犟嘴，这个对，老爱犟嘴，对，就很正常，就，但是他跟你跟你跟他公公婆婆不是这样子哦，因为他公公婆婆也不用他做这种，知道吧？你爸家里面是你爷在做饭，你奶也不管这个的，你奶就拉他在客厅说话的那种。基本上也不会让他做这种。什么？对，亲生的就是这样子啊，对啊。你看我跟我婆婆还没有什么，但是我跟我爸可能我都会，我爸说两句能让我生气，我就顶死他那种，我都不会顶我们家宝贝儿。什么？5分钟？刚才你说什么？没事，你出我差还回在家了没为有？这个。我回来，哎呀，我昨天晚上12点到家，我还以为你一还要早跟你六们家点宝贝趴在在那外上。面，就是再浪一会儿呢。没有，我是出差，我不是主要玩去的。哎，讲一下我的社死的事儿，讲呗。大家关于这个炸厨房这事还有没有特别想讨论的？你放心，你讲完后，他们还继续说这个的，没完没了的。那我想喂说话呢。喂，5分钟，我突然间觉得是因为我突然间去忙了以后的话，不怎么关心家里面的一个信息或是什么类型的哦。哎，我都在放你妈的一个头发了哦，居然没骂我哦！哇，我突然间瞬间有点不太习惯，真的，我突然间很不习惯，可以怎么办？你看我是不是抖 M？没你是要骂骂你？那我现在要不要开个小号骂骂你？你得了吧，你还是别演了，就是没那么真情实感的时候，感觉得出来最你是近真好心像骂确我。实没有人关注你，也没有人在说这个事儿，他们都在 emo 那个蜡像馆。哦，那就赶紧去阴谋嘛，别来了，那就行了。哎呦，因为我那个我总觉得就是那天放完以后，我总觉得不太对劲。我说现在我们家也没什么干什么呀，我突然闹个头发的话，那不被骂死吗？然后面我就上来看了一下，哎，没骂我哎，那就爽。可能还没有传到吧，那个回放没出来嘛，可能还没传到。那他们听的直播回放没有画面，二公主传了，二公主搞 MP3。哦，倒也是哦，我直播回放，对啊，我直播回放过不了。最近好像是没有什么消息。咱们我最近也挺闲，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没有想过有可能很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直播回放没有？你说要是直播回放有的话，你说骂不骂了哈？因为他们现在都还要特地去找别人听 MP3， 听 MP3 还他妈还没画面。那肯定是，嗯，我管他嘞，反正我后台每天都准时这么多人就行了，1000到1500正常。嗯。仔在群里面说他来骂你，打死你！我过去了。哎呀，我早该过去了。我周末的时候发现我就是德佑的这个送货是在公司，然后看首页的小橘子们都收到货的，说这个这箱子上面印的都是阿爸的脸，我就特别担心，因为我这个也是。要会在电梯间那边保安给分货，然后再给我送到办公室，所以应该就是全公司的人都会知道，他们有一部分人知道我追星哈，但是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因为没见过我屏幕的人就没知道。但是箱子外面这个就好了，我担心了一个周末，但是最后没想到给我致命一击的不是箱子。是这样的，就是最近不是给小橘子们做咨询吗，加了很多很多的微信呢，今天给这个聊聊，跟明天给那个聊聊，然后呢就有非常可爱的小橘子说，哎呀观众姐姐，我们要送你礼物。哎，我声音大一点，我声音小吗？我把我的耳机摘了。嗯，你得要我把我麦关一下，你可以可以，我把我麦关一下，你说你。嗯，这样就可以了。那箱子不算什么。最后我收到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有那个德佑的那个屁屁金的，面上印的是小企鹅，只有他的周边的那个箱子是那个是印的阿爸，我只有一个箱子印的是阿爸。但是小橘子的礼物是这样的啊，因为是顺丰嘛，我这边是有推送的。哎呀，到那个保安那边了，我就赶紧去收。收完了以后呢，我还跟这个给我发礼物的，就是咱直播间的这个一束风华等光来，就是他。我说点点，我还没散会呢。他说那等你拆啊。我那里面还做了我自己亲手做的东西，你要是做汤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里面，会很好吃。我就很期待。他说给我里面塞了好多东西。哎。等，我今天是周一早上就有很多会，开完第一个会的时候呢，开第二个会我就等不了了，办公室里有很多人，都是我团队里的人，我当着他们的面就在那拆包。拆开以后，除了那个就是那个防撞的那个泡沫，拿出来一大包的那个海苔吧，紫菜吧，而且是烤好的那种，我就跟我的这些同事们，我就显摆，就炫耀。我说你看我，你们平常是不是那个客户那边，如果有客户要维系的话，还得送礼物。你看我的甲方还送给我礼物呢，我都觉得我就是报应。我当时那副嘴脸就特别骄傲的样子，我就当着他们的面去看里面，就是满满当当塞了好多东西啊，有竖着放的，有横着放的。还有一套睡衣真的很好看，中间就竖着插了一个非常可疑的东西，它是那种塑料硬壳包装的，从侧面看的就是扁扁的。我就看着那个东西，其实我心里面呢就有一点点不祥的预感。我真的有不祥的预感，但是我在想，不至于吧，能怎样。我就把它，不是钉钉啊，如果是的话，你从侧面是能看出来的形状就有问题，我就不会拿出来了。我心里脑子告诉我要注意了，但是我的手没停住，我就把它拿出来了。你们应该都见过那个东西啊，我把这个图发给阿姐，阿姐今天三分就丢了啊，我发给你。它是一个鼠标垫，你们见过那种就是那个什么，就是有人定制的哈，
就是阿旭的鼠标垫儿，大姐，我发到咱的群里啊。阿旭的鼠标垫儿，脸是阿旭，但是就是手垫着的那个地方啊，它是胸部的位置，不是屁屁，是胸。哎，我看到了，妈呀，那鼠标垫，我的个天！来，等一下，我等一下，我发，不是会不会被打掉啊？你等会儿再放，你等我讲完了，万一逮掉了，一会儿重开嘛。今儿就三分吧。啊，对，也就三分啊，你边讲吧。我把这个东西拿在手里的时候，我旁边至少站着三个人，我看着他们跟看盯着我拆箱有三个人，我后面站了几个人我不知道，就是我手里拿着这个东西，我看着的时候，我知道我当时就是傻了，就是我已经有10多年没有这种脸发烧烧燃烧的感觉。对，就是这个东西。我当时我的脸砰的一下，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就失去声音了，失去语言表达能力了，因为太丢人了。他们还在问，哎呀，迪迪，你怎么又买这么多这个纸巾干什么？他们还在说，哎呦，你现在还追星啊，这小帅哥好帅哦。我还在那儿还想办法一会儿怎么统一去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拆了这个快递。收了吧，收了吧，收了神通吧，收了吧。我塌房了，今天知道吗？我人设不保，我高冷的人设，我一个平常就是特别装逼的一个女人，就今天，我就明白了，然后一个个都觉得你就是。哦，看不出来你里面那么黄，他们也不敢怎样啊，他们也不敢怎样，但是就是能。但是你不觉得很害臊的慌吗？就像我之前的时候发错那个。对，就是他们忍的也挺可怜的。对，他们忍得很可怜，因为毕竟是上司，可能就是说出来那种感觉，可能他心里面已经笑得不行，但是为了一个绩效或者是为了一个工资的问题，他可能就是。会忍一下，但是那种害臊的心里面，我懂你，就是那种他们就说，哎，也没觉得很社死啊，没有，你看到就被逮了，没了，等一下啊，等一下，反正就是一分钟，我就知道了，就是反正左右就是三分没了，就习惯了，正常。你看他都被打了还一堆还在那哈哈哈，真的是没人性啊。对，就是特懂你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还觉得没讲这个事情了，我有现在心理准备今天得有三分。对，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我特懂你，就是他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好像没什么，但是真的你平时的时候怎么看你都不是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哦，然后你突然间就是烧了那么一下子，被人知道你在那里烧了一下以后，妈呀，人设不保的那种感觉，哇，你自己想想看，自己已经装了多少年了哦，装了这么多年了，你瞬间你被一个表情包就是形象全无，就是那种尴尬的场地。那种尴尬的感觉是非常非常的懂。我觉得我这个事情值得三分。你们知道吗？就是当时这个东西塞起来了以后呢，我一定不能继续讨论这个事情了，我就赶紧扑的就唰就给他戳回去了。我说行了，这个继续开会，有什么好看的？他们就静静的，你要知道啊，其实他们当时哈哈哈嘻嘻嘻，可能这事儿就没有这么尴尬，就是当时现场是很安静的，除了我的脸在燃烧，他们也没说什么，我也没说什么，就是我拿出来，我在那愣了2秒钟，然后脸就燃烧着，我就砰就把它给插回去了。我说行，回来再说吧，不看了，开会。那天地良心啊，我在微信里向着点点去咆哮了一通，然后点点告诉我，其实他是跟另外一个小橘子密谋的。另外那个小橘子现在也在这个房间里面，而且他刚才还私聊我，他说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他挺开心的。两个人密谋，然后不告诉我，不给我讲，不
不跟我说这里面盘埋着这么大的一个惊喜。然后这个另外这个小橘子呢，他也是绝，他订了两个，他订了这个就是刚才这个鼠标垫订了两个，有一个呢是就是胸前有衣服的，穿着蓝衣服的，有一个呢就是没穿衣服的。不是，我很想知这东西。不是五分钟，我现在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订了这个东西以后的话，他们用还是不用啊？用啊，不是接下来就要讲这件事情了。我才知道，点点告诉我是另外那个小橘子定制的，他们也觉得这个东西送也送不出去，自己也用也用不了，干脆就给我吧。给我合着自己订了以后，你自己不用？对对对，他用的是那个，有色系没色穿着衣服的。啊、哦，他还给我讲，他说姐，你看我这个是穿衣服的，他不但就是这个胸是软软的，他上面还有点点。他给我发了一段视频，就是这个视频里面，他用手去戳这个，他那个鼠标这儿戳那个胸，还用手抠那个点点，因为他很软，我知道他很软。对对，都还抠，他还说我把扶那个手腕的肯定很软。是的，他说我把他的沟都蹭脏了，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洗。我这每天日吐千言啊，出口成章的人，我失语了。我想了半天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应该都因为你实在是对我明白你那种感觉，就是怎么可以用这么无辜的眼神跟语气跟你说这种就是这么残暴的话哦。嗯、这么残暴的话，就真的经常就是我最受不了的一种人，就是真的我特别受不了的一种人，就是用就是满脸无辜的脸跟语气跟你讲一些就是你这辈子可能就是我还没有到达那个境界的那种话。我就咱就是说就是突如其来的塌房，我也是挺没有准备的。怎么办呢？你以后在公司里面，别人用穿衣服的，你用不穿衣服的。不是他真的好好意思哦，他真的好好意思，我就感觉送也送不出去啊，那我就给五分钟钱。关键是这个，你就合着你这里是黄色收，就是yellow东西的一个黑收点是吧？五分钟钱你要用得有多擦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是在家里面用，被你们家闺女看见，就是也抠脚啊。对也抠脚，要回家。对你要是在公司没用，就是这个等光，他就是这个等光归来的 C， 就他用的是那个穿衣服的，就是他抠咪咪给我看，就是他让他丢人。不是他们这两个的，对他们这两个就是一看就是一对好姐妹，你知道吗？因为他那个叫一束风华等光来哦，这个是等光归来的 C， 就他们这两个就一唱一和的，就这两个。对，把我给算计了。其实我那箱子里他们给我包的礼物都特别好，有手工做的、手工编织的玫瑰花，还有一小本，就是想让你。对，就是想用诚心让你放下芥蒂。他让我对放下戒心，拆的时候可开心的嘚瑟的，我就是报应。我那个脸，我跟他们说，你看你们平常还得准备礼物，还得送客户，你看我的甲方送我礼物，你们能混成我这样子吗？就是不行，知道吗？这人真的有老天会收，知道吗？这种方法，这种转送给阿姐，阿姐也没地儿用啊。我上哪用去？我上哪用去？我不要，我不要。我家里面的都是一个很大的垫子，然后顺便就是桌垫跟鼠标垫是一起的。我你们也看过的，我的基本上我的桌垫都是很大的，直接把一整张桌子都铺满的那种。然后本来直播这件事情跟你们唠来唠去的，你姐夫已经醋的要死了。我就是再磕他们两个，你们姐夫也醋的不行了。再用他。就是买他们周边，可能也就是家里面要用哦，家里面要用，就是一些代言什么之类的，你姐夫也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说是我在用这么一个东西在还一直在我的手里面，七七八八的，可能真的会被打死的那种。等一下啊，嗯，哎，怎么了？稍等一下，你们聊。哎。
课那个本本，按照你们刘老师说的，已经都给你买了哈。你这两天你留意一下快递好不好？还有你的酸奶也快没了，我已经给你补回去了哈。你要记得叫奶奶他们出去拿哈。早就没了，马上到了哈，马上到了，妈妈知道它没了的啊，马上就到了。你转过头来呀、啊，我妈妈在直播。你要不要跟爸爸打个招呼？要不要跟爸爸打招呼？你看这是谁？爸爸，叫一下，爸爸。爸爸。你对谁叫啊？啊？叫爸爸。对谁呀、啊？对呀、啊，你那摄像头要对着自己啊！我都看着是天花板，你知道吗？你记得叫奶奶去收快递哈。怎么，这声音真是让你干什么都得干？没有啊，昨天跟前天打电话回来，有在跟我说学校里面的老师有让他们去买那个拼音的跟那个加减法的那个作业本，我特别去问了老师要什么样的，就给他买回去了，然后就顺便跟我说他的酸奶没了。对，是月月，我们妞妞妞买了，宝贝儿，我买了哈，宝宝。妈妈买了哈，你别让爸爸买了哦，你等快递就好了，好不好？我跟刘老师说了哈。什么？你没听到月月声音？手机已经被你们姐夫拿走了。来，我们继续聊我们的。嗯，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就像做贼一样，把它藏在我自己的一个锁起来的柜子里。因为平常我的文件，我助理他们要用我的柜子，从来不锁。他们平常可以在里面翻来翻去，我只有一个是锁着的柜子，里面放着我的那个单反照相机。平常有活动的时候，我会自己拍照嘛。这个鼠标垫就被我珍藏在这个我的贵重物品那个柜子里面去了。我感觉你可以珍藏一辈子。我送给你吧，姐，好不好？那你意思是说要我珍藏一辈子咯？你在给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把它垫在你的手旁边，你不是，你自己想想看，图片贴上去而已，就已经就是三分了，三分就没了。我直播的时候，我放在手上面去挪的时候，这个12分到底能撑多久？你自己想一想吧。对，你自己想一想。嗯、你得亏我们说那个，说今天那个傅雷诗的广告呢，感觉也会，应该也不会吧？哎，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去那个写字楼哦、去我们科创大厦那边的那个科技楼，我今天8点多去的。然后过去的时候，因为我们项目办公室就在那里的12楼嘛，哦，然后过去的时候哈，因为之前的时候，因为我不是说是人家是直接打电话是跟我说的，然后我过去看项目根本就没有去办公室那边，知道吧？根本就没去办公室那边，我只是去看项目，然后我知道是谁谁谁的那种类型，我就说那就去呗，就是因为开工资也我也满意嘛，然后就是对啊，为了搞钱谁不快乐呢，是吧？哦，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在楼梯在那个电梯口的，我就看到了一个全国销量领先，怎么他妈的怎么现在各个广告都爱这句哦，全国销量领先。我说什么销量领先？我瞄过去，因为他一排过去有六个电梯口，有六个电梯口，它有六个小电视，然后一看同步的是你阿爸的那个带那个全套那个德佑，然后就是人多我就没拍，人多我就没拍，然后要是人没多我可能就拍给你们看了，我看到他的那个广告，但是后面还跟了别的人，我就不太好意思，就是做出一些就是粉丝该有的一些举动，是干什么的？因为对，就毕竟这也不是他，不是我们的小助理，也不是我们家老二，是吧？是我新项目里面的新公司里面的一个同事。你这要是对知让人家知道我这个样子以后，这总监怎么做？这个总监这个位置就对，就瞬间跟五分钟没什么两样了，这个下场。来了，什么？
你们那个小楼就是铺的面挺广的是吧？其实还好，铺对那个广告这个做的还挺到位。它地广还蛮到位，而且都是在电梯里面。嗯、对，线下还挺多的。对，是吧？你逛商场看到阿爸的立牌，不是你，我说实在的哈，说实在的，啊，我不太懂别人的那种追星的是什么感受。我最近有看到，我最近刷 B 站的时候有看到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综艺的哦，是张文婷啊，就费的嘛，费的张文婷的有就是有一段就是他歌迷喜欢了他17年，但是见到他的时候哦，就是默默看着他，然后也没有告诉他是喜欢他，但是听到他唱歌的时候在那默默抹眼泪，后面下来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他一直喜欢的那个歌手就是费，然后我就很能跟那个小姑娘共情，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我就能跟他很共情。我觉得他们里面有一段话，他说的一段话，我是非常的认同的，就是，我跟你的一个距离的话，就是一个台上台下，你在上面唱歌的时候，我抬头看你说，我觉得你就是一道光在上面，但是我不会说是，我伸手去够那个光，我不会去够它，因为，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就是有距离的，但是我站在那里，我也只是告诉你，我距离你也没有那么远，但是我不去够他的话，只是说我们这个距离就刚好是够的。他那一段话，对，不要不太近也不太远，哎，我就很赞同他这段话。你看，就像我很喜欢一些人，很喜欢一些人，其实是和有条件或者是干嘛的情况下面，是真的随随便便都可以去合照或是干嘛，这个干这个又干那个的。但是你看，就比如说像我们家花花，我至今为止我都没有让他给我签过名，然后我也没有，我哪怕是我买了他专辑，我都没有拿我的专辑去说让他签名什么之类的，因为他从他出道的有五张专辑我都有。但是我哪怕是我去看他的演唱会或是什么的，我都没有想过让他去给我签这个名。我觉得他站在台上面唱歌就好，然后我对他恋不恋爱这些事情我都不太 care， 因为为什么我只是觉得他开心就好，他只要他做他自己他开心就好，然后他做他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开开心心的，然后对我来说也是属于一种就是精神饱满的一个情况。那就像你爸妈一样。嗯，我真的觉得我做最越矩的一件事情，就是真的就是那一次在后台那件事情，就是去送那个，就相当于是新婚礼物。我觉得这个是很过了的，因为但是那个时候我虽然说我也觉得有点不太后悔，知道吧？有点就是我没有觉得要后悔这件事情，但是可能与自己的一个为人处事来说。我也是，我感觉我是有点那种过了，然后没有，就是没有把控一个距离。我就喜欢了哦，喜欢的话，应该是让他觉得我离他有点远，但是我也没有离他很远，让他就是他转个身，就哪怕是现在的俊俊也好，还有他老婆也好，你们妈咪也好，我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只是想让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可能懂吗？对，我可能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个，就是那么的觊觎你们的一些什么东西。我虽然说我喜欢你们两个在一起那种类型，但是我没有到那种说是我一直要看你们的生活或是怎样怎样的那种。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只想告诉你，就是。你站在我面前，你都不要担心你有危险。就是你站在我的面前，哪怕你现在就在跟我说话，你也不要担心你在我面前的时候你会有危险。你要放心一件事情，就是哪怕你站在我面前，我都不会做任何过分一个越矩的行为。你安心的走，你安心的往前面走就可以了。但是你回过头来，你一定会相信我还站在那里看着你走的。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就很好。你说我如果哈，我是说如果你妈咪他回来了，我可能就不会再跟你们分享，很多一些就是我知道或者不知道的一些事了。就是回来了以后，就可能真的不太会分享了。为什么？因为，
我分享的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他了。我知道你们想他，知道吧？我知道一些，就是你们知道，我知道你们很想他，也想就是知道他一些事。但是如果说是他回来了以后，我可能真的不太会跟你们分享这些的，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应该他来跟你们分享，明白吧？明白吧？所以我就经常说的，如果说是他回来了以后，我可能我直播间这开不开直播，这个就是另说。然后，你们如果说你们还想说是啊，我跟五分钟，我们还要在这里唠，你们还要回来，一定要来这里养老或是干嘛的，那开下去也没有什么。但是我可能就不会再过多的一个再说什么东西，说什么类型的，可能也就偶尔批批作业或者是锤锤一些东西，就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子，因为你们真的看不见。你们是真的，我觉得就是他回来以后，好多事情，还有一些话，想不想与你们分享，该不该与你们说这些事情，都由他们来决定，都有他都由他们来决定。我是这个样子的，真的吗？我真的，我那天我看那个张文婷那个粉丝说的那番话的时候，其实也很想跟他们说，很想跟他们说，人呐，就是恶意。是占很多，但是你要相信绝大多数都是善意的，善意的。然后，如果说是你看见的是你女儿属性的这些粉丝的话，我请你放心，不管是机场也好，或者是现场活动，或是什么类型都好，你放心，不会给你添乱。那当然的，蘑菇那个控制不了。